们一起来欢迎母女带来的表演，母亲慧娟还有女儿田雅的演出，掌声欢迎。OK， 你进去吧，去前面坐哈。不好看啊，真的好看呢、啊！哇，今天好好、啊。叮咚，宝贝，快开门！我的妈呀！我不是妈，我是外婆，你不认得啦。外婆的衣服，妈咪也有一件。我们是母女嘛。哦，臭味相愁。嗯，现在是过年，要穿得红一点，讨个吉利。哦，大吉大利。外婆，外婆，请坐下。乖，那现在是过年。外婆带了一些年货给你们，还有今年是狗年，外婆送你一只小狗，希望你们旺旺过好年。哇，谢谢外婆。乖，哎，时间不早了，外婆要回去做饭了，你跟小狗玩，外婆先回啦。嗯。再见，外婆，小心啊。好，把门关好。你真乖呀、啊！怎么找不到钥匙啊？哎，按铃吧，叮咚。外婆回来了，可能忘记拿东西了。我的妈呀，我就是你的妈呀，你干嘛那么慌张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外婆呢？外婆回家去煮饭了。啊，外婆把年货带来了是吗？啊，好，让我看看。那是什么声音啊？哦，今天学校叫我们一首歌，一只哈巴狗坐在大门口，啦啦啦啦，唱得不错呀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看一看。那是什么怪声音啊？哦，老师说唱歌的时候要深呼吸。哎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外婆买给我的新鞋子。新鞋子，来，拿给妈咪看一看。不要，是鞋子。嗯，怎么那个鞋盒会动呢？拿过来，让我看一看。田雅，是谁把小狗带回家？妈咪，小狗是外婆送的，她说今年是狗年，希望我们好运到过好年。没，不行，说过了，家里不准养宠物。妈咪，不要，不可以。妈咪，不行，我说不可以，不行。妈咪，小狗很可爱的。不要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小狗是挺可爱，好吧，就留下它吧。但是要注意卫生，保持干净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妈咪，我爱你。我们一起照顾小狗好吗？好吧。我终于有小狗了，我好开心，我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大家一起来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
大家好，我是王田鸟，他是妈咪黑娟。今天我是第一次在台上表演，请你们给我掌声鼓励鼓励。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，谢谢你要快乐，我们祝大家家庭快乐，幸福满满，还有甜甜蜜蜜。谢谢大家欣赏。